较轻松一点。我本身做戏剧工作，所以希望就是以好伸展、棉质的衣服，然后深色系的，这样比较好洗。那除非是跟朋友出去玩，我才会穿 polo 衫或者是衬衫系列的衣服。平常的穿衣风格，因为做会计嘛，然后通常都是穿衬衫跟素的衣服这样子。他们家的家教非常保守，他的爸妈知道我们两个要出去，如果有可能要过夜的话，要带着两个姐姐一起出去，就是我们两个不能单独共处一室的那一个晚上。你们的休假时间，因为我是一般上班族，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周休二日。然后因为他的工作性质是舞台剧演员，所以他休假的时间跟我休假时间会不一样。我喜欢有刘海的发型，那也希望就是透过这次的计划，有专业的彩妆师、摄影师，然后看到他更不一样的样子。他是还蛮多人说他像品冠的，改造过后可能会不会像品冠，想说看到底是我变成怎么样子。我想法其实蛮简单的，就是我想要给他们比较一般不会碰到的一些风格，所以这次设定也是比较偏欧美的个人的写真的感觉。那这次就是借着这个机会，然后给他们尝试一下不同感觉的拍摄方式。自己对摄影很有兴趣，他很少以 model 的姿态在摄影棚里面出现，没想到当 model 也很不简单，很不容易。一片空白。还好摄影师很有耐心，也要真的还是需要有专业的帮我们引导，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在镜头前面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。他本来就属于比较天边可爱的人，就是改变一下妆容之后就变得更成熟，比较多帅气的样子，这很少见。你少这样子，私底下就好，出去玩不要看。你会有压力吗？会啊。欸，这六年来没看过这样子。欸，这我说的是实话。难怪摄影师说我戏谑的表情做得很好。道具。好，那好，好，那就请帮我举一下，你们觉得今天的改造成不成功？我数三二一哦，三二一，耶！改造大成功，谢谢。哎呦，素人改造就是这么简单，请记得订阅、关注、分享我们的贴文，关注我们动物园摄影棚的粉丝专页。我们还会推出更多好玩的计划，说不定下一个可以改造成功的就是你哦。